要继续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、港人治港、澳人治澳、高度自治的方针，完善特别行政区，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，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，坚决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，支持港澳发展经济、改善民生，保持香港、澳门长期繁荣稳定。我们要坚持对台工作大政反统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，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，高度警惕和坚决遏制台独分裂活动，完善保障台湾同胞福祉和在大陆享受同等待遇的制度和政策，促进海峡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，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。